好。大众向佛陀一问，互相问讯，阿弥陀佛，今天人比较少啊，没关系。今天的法义比较深一点啊，相信大家自己看应该看不懂啊。好，那么我们开始。再复习一下上一次的课程啊，上次的课程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四里面，就是如来藏行。就刚好我最近新上寺的法会，刚好那个楞严咒法会两天刚结束啊。那前一阵子刚好我们看那个讨论楞严经的时候，刚好讨论到这个恶觉定义啊，恶觉定义是整个楞严经的最中心的地方。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念过那个楞严经，学习过楞严经？楞严经在恶觉定义之前，哪一个觉？啊？哪一个觉？觉悟的觉。恶觉定，决定。决定的决。决定的决。啊，恶觉定义，在恶觉定义之前，全部都是在讲理。啊，恶觉定义之后，就开始讲事。啊，什么这个？后面就开始讲事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五浊恶世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二十五圆通啊？啊，为什么有三界轮回啊？然后五十一魔啊？那要怎样修饰才可以入守楞严大定啊？后面全部都是在讲事，啊，二决定义之前就是在讲理，啊，在讲这个十方显现，十方显现就是来讲我们的，在我们来讲华严来讲就是。在讲海印三昧，啊，海印三昧，啊，就是在讲理跟理事无碍的之间的关系。后面就开始，啊，几乎都在讲理事无碍，事跟理之间的关系。前面几乎都在讲理，他用事来，前面都在讲理，但是里面会掺了一些事，但是他的那个事哈，是为了要讲那个道理，啊，后面是用理。来以为出发点来讲要怎么去修啊，就跟我们那个大乘起信论一样，一心开二门嘛，啊，一个真如门，一个是心生灭门，啊，前面讲心生灭门，啊，心真如门就是在讲，后面讲生灭门，生灭门就是要试修啊，你要慢慢渐次去修，才有办法成就啊。那顿悟的部分就是理啊，就是心生入门，所以其实关于我们叫止观啊，现在讲到如来藏心啊，他就是讲二觉定义，他就是在讲如来藏，啊，如来藏，那上次已经有讲过，这个如来藏有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啊，跟生灭如来藏，啊，其实在法华。华天台的华严来讲，哦，空如来藏，哦，就是讲真空观，真空，哦，就空谛，哦，真谛，哦，然后再讲那个，后面再讲那个什么，啊，就是在讲熟谛，啊，就是集一切，集一切，集一切，啊，这个如来藏集一切，集一切，集色，集声。香味触法，啊，其色身香味触法，其眼耳鼻舌身意，啊，其眼耳鼻舌身意识，啊，乃至十八界，乃至七大，全部都集，啊，我来讲熟谛，啊，空有不二，啊，就今天师父要讲开始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他就是，啊，讲生灭，啊，空不空如来藏，就生灭如来藏，啊，生灭不生灭，和合如来藏。就中地中道第一地，好，所以那个我们每次网课都在念啊，哦，这个我们那个二地圆融三昧地，你要二地圆融了，好，二地都
多的这个原理，上面才会现前。啊，熟地不可以废，也不可以偏，只有熟地。哦，只是念佛，然而不没有不体会当下的性，啊，心性。啊，你不体会心性，观事也不行，观事，然后又不体会心性也不行。啊，都是只在一边，啊，你就没有办法上面现前。啊，所以。我们学习教的学理也要学，然后也要去思修，常常打坐念佛拜忏，或者思修也要做，四理不二，你才有办法上面现前。当然也不能说思修它就不会了，只是它会比较慢。哦，那个广清老和尚说，那就念一句，那人家问他，那就念一句佛就好了。他说，其实你们学。佛学也不错啊，学佛学会比较快。我要讲真实话，你有去学理学那个理哈，然后在事上面去成就会比较快。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好像鸟的两双翼。你想那鸟有两只翅膀，你只叫它飞一边，它飞得起来吗？它飞不起来，它一定要两只的。好，事跟理就好像两只脚，事修跟。物跟那个思修是一样，它就像鸟的双翼，它会互相辗转增上，三面就会现前。那个，所以今天师父一开始就讲，大部分的人都对于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认识都不够，所以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一样，人我啊，是非啊，这些的习气还是执着，你还是去不掉，所以我们才会情叫做情执深重，就因为情执深重啊，所以我们在那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天平上，因为我们情执深重，所以你那个天平马上就倒在人情执这一边，那诸佛菩萨跟祖师大们，他因为把因缘生因缘灭的观察很深入，已经把它渗透到心里面了，所以在那个天平上直接就是出世间法的天平就特别重，马上就跳下去，压下去，情执变成身，所以我们修行不外乎就是身处转熟啊，熟处转身啊，对于法义啊、修行啊，是很生疏的，所以要你打个坐，你痛苦要你叫你来学经教，痛苦要的。像我们这次面对严重，有一个师兄他就说：“我好痛苦，面对严重一直好快好快好快，他一直追你嘛，追你到头好痛嘛，身体也都在酸痛，他就生，所以他就觉得，同样的事情叫你去到外面去爬照啊，去。”攀缘呐，做一天做一年，你都不会觉得累，到佛寺里面才拜个忏，拜个十分钟，拜个几下，你就受不了，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身就是身疏的这个佛理，我们修行把它转成熟，没有把这个情执的手把它转成身，所以就是要熏修，不断熏修，所以这个师父就讲要再知念知，每生多生多劫，包括今生都要清净，就要念再知念知，你才有办法破除这种两边的邪见，这两边的邪见就是不是只有这一方，就是只无那边，不是只空，要不然是只有，要不然只是对，要不然就是错，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啊。川普好不好？很好，不好，这个都是时代一点。那你看那个常不心菩萨啊，我不敢轻视你，你们都将来都会成佛，看每个人都是佛，他是绝对境界，他没有相对的境界。所以他没有恶取习气，他就是把恶取习气变成说，看你们都是佛，变成一时相的那个习气，跟我们说他好他不好，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
是不一样，你看嘛，啊，也都是要慢慢需求，慢慢去练习出来的。啊，所以一切法的有无啊，生灭，本来就是空性无，本来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会找那个相，因缘聚上就有生灭，你找那个相，啊，就在生灭的相里面搭着。啊，那你知道生灭的相，它本质是没有，都是就好像那个。海浪啊，我们这次有去礼拜天跟师父去看看大海，啊，海浪都是水，水的性质是没有生命的，浪是有生命的，但是水没有生命的，啊，水没有大没有小啊，没有前没有后，没有高没有低啊，啊，没有有也没有无啊，它没有相对，啊，它全部都是水。所以本来就是没有生命的，结果我们在现象方面执着，所以就以为有我，五阴合合的生命，有生有灭，有生的时候就哦有我，等到要走的时候啊，五阴四大分散的时候啊，就害怕，怕的要死，因为怕没有我，就很痛苦，啊，其实。不管你五阴有合合或不合合，啊，五阴只是障蔽而已，就是那个乌云啊。但是你的佛性、你的心啊，啊，就像天空、太阳、太子都在旁边。它，你把五阴拿掉的时候，它更亮。啊，五阴盖住的时候，哈，你以为有我，啊，那个不是真的我，那是妄我，啊，就是虚妄心的我。啊，所以生灭只是一个现象，啊，现象的本体它是没有生命，没有来去，啊，就因为这样，我把我法身盖住了，啊。本来我们有法身，每一个人都有法身啊，是，它就像它是遍满无量无边的世界，遍满哪里出了什么事，你都应该可以知道，啊，就好像那个这个我们身上有毛孔。每个人都有毛孔，对不对？啊，遍满全身，我们遍满全身，随便一个人拉你一根毛孔，马上就知道哪里被拉了。啊，但是你会被障蔽呀，啊，被障蔽了，所以你，啊，你就只会专注在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其实我们可以像佛一样啊，遍满法界，啊，哪里什么事情都清一清二楚都。都没有障碍，好，一清二楚，那就是我们被眼前的我给障蔽掉，好，所以大乘起信论就说意念不觉生三心，境界为圆，长六出，好，这个是在讲嘛，就是在讲楞严经上面讲的如来藏心，我们现在要讲如来藏心。那我们今天讲就这个二种愚习啊，就生灭的愚习啊，生灭就是境界相啊，好，所以在六根哈，好，本来是我们有法身的，就变成这个法身就是如来藏性，好，然后我们迷惑了，就是如来藏它会显一些诸相，这个我们。还是要非常深入那个心生如门，心生灭门。哦，心生灭生如门本来一心本具，体大用大相大。哦，它本来就会显一切相，它是本具的，它本来就会显一切相。哦，但是你着在相上面，就麻烦了。哦，就迷于相。哦，这个如来藏就隐藏，就那个。就如来藏就显出来，什么叫如来藏？哈，这个佛陀在讲那个十方显现的如来藏心的时候，他就讲十方显现你的心在哪里的时候，他就用六根六尘十八界去讲，啊，所以就是你的六根六尘十八界显的时候，哈，如来藏的相就显出来，啊。那如果说你把它，你就会去攀缘它，
啊，迷惑在它上面，就在外面攀缘了，攀缘那个境界相啊，就有生死轮回，因为有生灭嘛，一直迷在上面呢，打转，打转就是轮回，啊，那结果你发现不对了，一切相它都本能本具，就像那个海的浪，它本来就有水性，啊，是不生不灭的，啊，人家跟你讲，啊，你就去体验所有的相的相性，相的性本性体性，是无自性，是无生灭的，哦，就从外面的攀缘收回来，啊，本来是被觉的，觉就是我们的觉性，背离了我们的觉悟的本性，合于外面的沉静，现在变成被沉合觉，背离的那个沉的相。和我们的本性的觉，一起的觉，啊，那就是法身，那你这个如来藏六根哈，它就隐了，六根的那个它会作用，但是它就隐，随时都会还光之照，啊，心诚无上道，啊，就是都会管观自己的本性的觉性，啊，就是法身，啊，周边。没有障碍，就一真法界。好，但是你如果迷了，一真法界就会显示法界的一真处境界处，所以在场的哈，好，就变成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啊，就是我们前七识，因为阿赖耶识而有。然后染污跟不染污的部分哈，啊，其实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清楚的了解到，啊，举例来说，今天你会去做一件事情，啊，你能够知道为什么你今天会起心动念去做这件事情吗？你没办法知道，啊，所以大乘起心论一开始他就讲了，微命尽十方，最深夜便知啊，最深夜便知，只有佛才能看见。看究竟，只有对深业的辨识啊，他才能够知道所有的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师父今天讲的无明啊，你只要一个不清楚，就叫做无明啊。这个好像眼睛看出去，你要去看自己的眼睛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看回来吗？没有办法看，眼看外面，你怎么看自己的眼睛？因为你已经用这个眼去看了。怎么能够反过来看自己？除非是，啊，你透过外面的因缘来看，啊，看事之时就是看到自己的，啊，那所以定慧独二，体用独二，哈，啊，就是六祖坛经在定之时慧在中，在慧之时定在中，啊，定慧是独二，它体跟用是刚刚讲的心正如明。它不离于一心啊，哦，体大用大，它本来就是一心，不是分离，拆不开它了，哦，所以大悲来导致大事来导悲，哦，大家都可以发挥，阿弥陀佛。那今天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边有讲过染而不染难可了之，那不染而染也是难可了之，哦，那这一句话是出在那个《三曼夫人经》里面讲的，哦，那染而不染难可了之，就说凡夫轮回呢，那虽然是有染的，可是呢为什么又会不染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信清净的心呢，跟佛一样都是具足的，所以呢，这一点呢是很难了解的。所以呢，轮回的众生呢，轮回那生而不生，灭而不灭，本性清净，就像水一般的贪婪寂静啊。那不染而染呢？不染就是指如来藏啊，因为我们有每个人都具有这个如来藏，那如来藏是本嘛，那为什么又会变而染呢？因为就是有因缘和合，哦，所以有不空的如来藏，哦，所以呢不生之生呢业果还来，就是众生呢还是在你在做梦里面，
所以有句话就是说梦境迷迷犹又去，那绝后空空大千，就是说对做梦的人来说呢，梦境好像是真实的，那因为他为什么会认为真实，因为有业果存在，那你一觉醒来的时候呢，那梦境就变虚幻，就变不存在的，所以呢他最主要的是只在你有没有觉，如果你觉了以后呢，那就觉梦的通通就把钱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这个无始的无明呢，其实呢它也不是，它是假的，也不是真实的，就像那个《金刚经》里面讲的，所有的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如入亦不变的应作如实观。所以我们要对于缘起法呢，它深入缘起法呢，要深入的了解呢，才可以呢断除邪见啊。因为呢，缘起法呢，在我因为我是在学那个藏传的那个四部经里面就有讲，有初分的缘起，还有中分的缘起，还有细分的，就像那个中观的最细分缘起，就是像这样圣曼夫人讲的。所以我读了以后，读了那个《华严经》这一个以后呢，我就再回头去看看我学的四部经里面讲的，我就觉得说，哎，我慢慢在契合。后来我说有问题，我问那个我们那个法师，因为他讲说我们在学那个藏传的佛法的四部经里面讲说那个空性是遮前法，那在这边讲呢，后来我就问他说，既然空性是遮前法，后来我就看到我们华严经里面讲说有明显的部分，那我就了解说哦，这个就跟遮前法是一样的，好，就因为一真法界，明显都在里面嘛。你中有我，我你中也有你。当你显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呢，那隐的部分就会越来越缩小，越就会震到过去。我就觉悟说，哦，原来，所以我就说，哎，真的，我是觉得这一年来呢，学这个华严这一部书呢，对于我那个了解那个藏传佛法呢，就会有更深一步的慢慢可以了解。所以呢，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可以学到这里。师父、师兄、师姐，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学到了怎么样去深入缘起，可见呢，要了解缘起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哈。但是今天至少我们学到，就是说不要有二取的那个习气啊。那但是一般人呢，我们还是都会有二元对立的想法哈。那从上一节课呢讲到空有，还有这边讲了两种习气，生灭跟有无。那事实上呢，其实法是没有生灭的哈，它还是因缘生的哈。虽然是说了解，但是真的用在实际的生活上还是有点困难哈。那么我有一点问题，就是说，前面讲的是要深入缘起，那么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会最后又可以跟那个止观双行，还有悲智相导又连结在一起？这一点是我比较不清楚的。哎，先。我先回答一下哈。啊，基本上止观啊哈，还有悲智，我刚才有讲哈，止。跟观呢，一个是体，一个是用，这个可以理解吧？啊，止是体，观是用，对不对？啊，那悲跟智其实也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啊。智慧是体呀，悲就是你度化众生就是用啊。啊，所以说你用，首先你就是用体用来去贯穿这个止观跟悲智，啊。那智慧就是我们的本体嘛，啊，然后呢，你有这智慧要起用，那个就是悲嘛，对不对？啊，好，所以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啊，所以止观也是体用，啊，那么悲智也是什么？也是体用。好，那么体跟用呢，这个就跟缘起法有关了，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性空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体嘛，对不对？缘起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用嘛，对不对？啊、哦，
那我们用例子来讲，就是水跟浪，水就是什么？就是体嘛。啊，那波浪就是什么？就是用嘛，是不是？啊，所以说，缘起是波，是用。那个水性啊，就是性空啊，性空就是那个水性啊，就是那个体嘛，对不对？那你一旦就是说缘起法，你知道就是体跟用的话，那么这个体用就贯穿到了什么？这个止观跟什么啊？跟备止嘛，是不是啊？就是体用。那体用呢？如果用再会到它这一门，叫它不叫体用门，它叫做四理圆融门，对不对？啊，它不叫体用无碍门。其实你要把它叫体用无碍门也可以啊，但是它不叫不这样讲，它讲什么？四理圆融，啊，那四就是那个四就是那个用嘛，对不对？理就是那个什么体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这就为什么它是这个叫做四理圆融，它就是在谈这个四跟理，也就是体跟用，啊，那其实整个我们可以说整个菩萨道哈，整个菩萨道就是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体。跟用或者四跟理的一个圆融的问题啊，啊，也就是其实这个体跟用呢，四跟理呢，其实就是心经的一句话：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理，一个是四。五蕴皆空是什么？五蕴皆空是理，可是呢，度一切苦厄啊，度一切苦厄就是什么？就是四，就是那个用嘛，所以你要依体起用，啊，用我们常讲依体起用，用权什么归体，啊，依体起用，啊，依体起用，那就是以悲导致啊，啊，就悲导致嘛，啊，依体起用，那权用归体，那就是权自导，叫做悲以自导悲啊。啊，以自导悲啊，那其实就是在心经这句话，一个是五蕴皆空，一个就是什么度一切苦厄啊，度一切苦厄是悲嘛，是不是啊？度一切苦厄是悲，那五蕴皆空是什么？是智嘛，是不是？所以心经这部经呢，如果你我们解得深，它其实整个菩萨道就这部经啊，整个菩萨道就这部经啊。因为这部经就是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就是谈到悲智的，这就是四理圆融了。那四理圆融如果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自然就叫就是什么，就是四无碍啊，就是它的最后一门叫做什么，叫做华严三昧啊，叫做圆教。啊，就是说四理圆融到了更深的程度，它就叫四事无碍，就叫做华严三昧门啊。啊，那中间有一个顿教，这个顿教只是说，就是说其实四理圆融在某个层次来讲，它是不可思议的。啊，它是这个顿教是强调它的不可思议，就是没有办法用心思口意，所以把它叫做顿这样子。啊。那圆融无碍华严三昧呢，那就是谈到四事无碍啊，那基本上就是从理事无碍事理无碍呢再发展上去这样子啊，再发展上去啊。好，那这个就是先回应啊这个老师的问题啊，啊，就是说缘起为什么观缘起就变成这个啊这个悲智啊跟止观的啊，因为它就是都在这个体用，也就是都是在这个事理圆融啊的一个底蕴底下去弹出来的，啊，所以它骨子就是四理圆融，四理圆融其实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那也可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心，一样是心经的一句话，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要看到啊，色即是空嘛，啊，就是色即是理嘛，对不对？啊，那空即是色，那就什么理即是事嘛，是不是？所以说色即是空呢，色即是空，那就以智导悲啊。那空即是色，那就以悲导智。
啊，其实它是，其实哈，它那个法义是一个法义啊，有没有？啊，就是它是一个法义，但是它有时候用理事来讲，有时候用这个体用来讲，啊，有时候用悲智来讲，有时候又给你用止观来讲，其实它是同一个法，啊，同一个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三世诸佛都说一个法，就是为什么你有看经典说三世之诸佛只说一个法，不说二法。所以你看那经文有说啊，不异语啊，为什么叫不异语不奇语啊？啊，佛是实语者啊，实语者不异语者，对不对啊？就不异就是。因为他讲的就是这个缘起嘛，啊，你要讲简单就是缘起，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那只是说他在不同的经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名相，或者是说法，他有点变化，啊，有点变化，就这样子，啊，其实它是一个法，它是一个法，啊，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所以说你真正通透了。啊、嗯，那你就看所有经哦，原来全部都在讲这个，所以为什么说哎，为什么看华严会通到藏传去呢？啊、嗯，就是因为这法是一个嘛，啊、哦，那法是一个啊、嗯，所以说哎，为什么之前哎虽然是法一个，可是你在藏传不一定会通透，那就是因为你缘还有一部分是必须从华严这个地方去切入，就因为每个人的法缘不同嘛。每个人的法缘不同，啊，我们有同学他修禅的，就觉得法缘反而帮助到他的禅，对不对？这就是说，他法是一个，啊，就是说，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根基因缘不太一样，所以他是从不同的宗派，其实不同的宗派再怎么样，到最后他是一个法的，啊，他是一个法的，啊，所以说，因为从华严去切入有它的殊胜方便，所以就会反而去这个层面去切入的时候，反而帮助你原来修禅的、原来修藏的啊，包括我们就修净的一样，它都会帮助你，因为它法是一个嘛，啊，它法是一个这样啊。好，那我先补充这个问题了哈，啊。师父、师兄、师姐，大家好。今天师父哈讲的这个非常详细的，刚才讲了一页、两页，然后等于虽然我们在听《华严经》这个四语言融难啊，讲入这个缘起、深入缘起、断诸邪见，光这一句话就很深很深了。本来我们就觉得就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好像一口头禅就讲就很轻易的脱出口。那今天听师父讲，他说，哇，不是我们想的那么表面，那个肤浅的哈。那等于说，也今天在听了，听了这个《六祖坛经》啊，然后也听了《心经》，也听了《金刚经》，所有这样的解释都拿来用了哈。所以这个法律真的很深啊，哈，有如来藏语，真的是很深。那对不起，我觉得今天的重点也是我们学这个四语言融的重点，就是深入缘起断诸邪见。我这个断诸邪见对我们来说就很难了。然后讲邪见就邪就不好的想法，可是不是哎，什么人一些五音啊什么原来我想到所有的对立二言的啊。有无啊，对错啊，是非啊，什么你我啊，人我，全部都是二边邪见，所以等于说这边应该是不是很好用，就是等于说甚深啊，难可了知，很不容易用一般我们很熟悉的白话文去解释，所以就像师父刚刚讲的。又体又用又悲又智，好，这些名词名相我们听得很熟悉，可是我们在转换之间哈就会卡，有些卡住。悲怎样转到智，智又观又怎样转到
字，哦，或对，有时候就会被卡住了，转来转去都是还是这些转悠的佛学名相。那我在生活上，或我现在要怎么样来用这个杯，或怎样是，因为是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拿不出这个字，也拿不出这个杯，所以就用起来就那什么用啊，就会觉得说，那这个缘起怎么那么难啊？哎，不是这么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肤浅的，哎，所以那个，所以说真的是哎，就像刚刚有讲的说。染而不染，不染而染。我光这八个字就要很清楚，理性空跟事啊，和智慧事相还有体为用，这些转换都要切得很清楚，然后才会切得出来。我切不出来，怎样染而不染，怎样不染而染，就会很难了。那个懒而不懒，不懒而懒，懒就是指我们那个相，那性是污染，心是污染。那个之前我们有去学那个楞严经啊，楞严经二学定义，你同样是六根，你是说于在相上面，就看起来都是染，在染物里面迷惑。如果你返回来去看那个性，一切事的相性。例如说我念佛性，念佛的性，做念佛这个事情的性，然后接着就开始刷牙，看刷牙的性，它的性质是什么，无生无灭，它的性质是什么，就好像海浪的波浪，它的水性它是没有生灭的，然后再来接着拜忏，我们从早到晚，这个一开始起床，那个起床的心升起来了，接着开始去刷牙，刷牙那个起床的那个心的那个就灭掉了，就开始刷牙的心就升起来了，刷着刷着，然后就开始要漱口，刷牙的相这个心就灭掉了，就开始要漱口的心就升起来了，这是会有生灭。所以就会有生灭啊，就会在这个里面去染污啊。那你知道说，一切都本来就都有生灭啊，它就是师父讲的这个缘起，都是缘起，缘起的本质是性空，了解它本来就是如此，一定会有生就一定有灭。你不会去执着它，知道它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下缘起就聚合。一下缘起，缘散就聚灭，找不到有一个实质的念念无助，就本身本来就无助，没有心里面没有相貌，没有无助，心没有附着，它就没有相貌，就不会心里就不会执着。就刚刚有讲的这个邱代书，他去看病，身体很苦，你想说我心里生病，你就有苦，对不对？然后如果身体 有什么，你不去执着它，不会越想越苦，越想越痛，越想越痛，它就不会痛了。跑去那边诵经，诵一诵，打坐禅，常常头会痛啊。那个感冒的时候头痛的要死，不管我要做一支香，我就专注我在做香，不会头痛嘞。你那个就已经离开了那个。其实就是你要去体会他的性，体会他的性，借由你熟悉的，所以我们才说我们为什么你要用法门的时候用不起来，就是你的那个用法门，我们讲深处熟处，你深疏你法门很深疏，你的光
观察就是我们直观的那个算直观就是观察的那个智慧生疏，好，等到头痛的时候你就用不上功，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把门用的很熟了哈，好，生疏就变成熟了，好，然后那个平常不会去在意头痛啊，不会在意这个那个，不会去特别在意哈，好，它就熟处就变成生，然后我们熟生处就变成熟，好，你就转过来了，啊，所以修行就是这样，你要去观察，就是说实在的，到最后就是十玄门的这个唯心唯转门，顺于涅槃还是顺于那个攀缘生死攀缘，啊，顺于那个相，在相里面打转，那个就是在轮回了，在转来转去，在相里面转来转去。川普好，川普不好，啊，跟你全部都变成一个境界，《法华经》里面的常住心菩萨，你是佛，他也是佛，全部都是佛，绝对的境界，他没有两边，他没有两边，没有这个好坏，这个两边全部都是佛。你就算那个拿木棒来打我，我也恭顺你，也是佛，所以他就进入了那个《法华经》上面，《法华上面》。里面他就是只有一个境界，就再顺着他的心，好，你修这个法门就顺着你的心性，好，就顺转，好，然后如果说是违背了这个，好，本来就心就是不动，一直在那打转，好，就是背离了那个心，就回转的就变成没有生命，好，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悲是双运啊，虽然这个悲哈。在一切境界当中，它是有生命作用，它一定会显现，像会有生命，啊，但是你不会去执着，啊，知道它本来就是虚假，体验它的心性本来本体是空寂的，啊，不会被它给打转，啊，那就是智慧，啊，所以悲智是要双运才会有，就好像刚刚讲鸟的双翼。你只有一只翅膀，你怎么飞都飞不起来。你看那鸟，只有一飞把它跌倒。你一定要两个飞跟翅哈，子跟冠哈，这个根本是跟熟地跟那个真地啊，你都要二地运动，我们才有飞得起来，才会三面才会现前。阿弥陀。刚才有谈到这个缘起啊，怎么去受用的问题啊。那么其实这个基本上呢，还是要所谓的闻思修啊，我们要真正深入缘起，受用缘起法啊。那么它还是有一些次第啊，有一些次第啊，听闻啊。像刚才有同学啊，这个藏传的体系他也听啊，这个华严体系也听，然后听啊，那这听的当中他会去思维嘛，啊，思维，那慢慢他会至少在理路上面会比较清晰一点啊，这有帮助啊，这个有帮助啊，因为理路上清楚了，它就会产生一种叫做圣解。这个蛮重要，这个圣解虽然不是说你已经修习三昧，但是由于你的听闻啊，然后你的思路可以通达到的程度，你对于你所了解到产生一种决定性的肯定跟体会，这时候会产生一种力量叫圣解力。这个圣解力很重要啊，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说啊，我们刚才讲的生病好了，其实每个人都会生病你说会不会痛，也还是会痛啊，也还是会不会怕死，谁不怕死，对不对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当你对佛法产生一种圣解力，你痛还是痛，好，还是难过，可是你譬如说你对佛菩萨啊，圣解力也可以说对佛菩萨产生一种圣解，就是说啊，
你决定相信，的确有佛菩萨，佛菩萨会加持我们。虽然你没看到他，你也不那么直接感受到他，但是产生所谓的圣解力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很大的力量。我虽然看不到他，我也没有直接感受到他好像对我做了什么，但是如果你真正有所谓的圣解力，很决定性的一种殊胜的了解，那这时候会产生一种力量，那这个就是说，虽然我还是病痛，虽然我还是难过，可是，我心里至少有一个方向，简单讲就是这样的，就至少我有个寄托，以世间来讲，就是说至少有个寄托了，有寄托跟没寄托就差很多了，你看这世间人，有时候遇到很大的挫折跟烦恼的时候，他，要么自己走上绝路，要么去伤害别人。去报复，就是他心里已经没有失去了一种希望，失去了方向，他就去做出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这种破坏性的行为。那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虽然不知道怎么修，还不一定很清，但是至少你可以产生一个对于法的圣洁力、缘起法吧。那在某一些境界上面，它会有一些相当的力量。是不是就是指的力量，就观的力量？其实指跟观，我跟你讲哈，应该是都通。对对对，指跟观，它有时候它不是全然可以分开来看的啦。我举个例子，当我很认真，你看我很认真去看这个花的时候，对不对？当我很认真去看这个花的时候，自然我不会受到旁边的东西的影响。那就要有指吗？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说，观就带指，指也就带观了。这个就是说，它其实，所以说为什么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它就是水跟蜡，它不是可以完全分开的，只是说它为什么讲一讲，就是说它强调的面向不一样。我讲水是强调它的不动，就是不动的那个面相，不改变的面相。我讲蜡是强调说它会有起伏的这个面相。那事实上，不动跟起伏，起伏跟不动，我们觉得好像是两件事情。可是，在水跟蜡来讲，它不是两件事情，它是同样的一件一个法，只是从不同的面相去谈它。同样的物质，同样的源头。对对对对对，只是说你谈它的面向的啊，我们常觉得叫水手嘛，同样一只手，可是手心跟手背不一样。对，手心是比较白一点，我们讲手心比较白，手背比较黑，对不对？然后我们拿东西是用手心拿，不是用手背拿。你这样讲好像手心跟手背是不一样啊，可是。它却是同一只手啊，手心手背根本也无法切割。这就是我们习惯两边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首先呢，你就是说，你对于法虽然还没有办法如实的去观，但是至少你要先有一个所谓的一种，一个叫做信解，一个叫圣解，相信它。这个缘起法哇，很殊胜。你看这么多的经典都来谈，然而不然，不然啊，这个法一定很深啊，很殊胜啊，如来藏这一定是，就是说至少你听到这样的法，虽然你不甚了了，但是你很欢喜，有信心，这个法，这个会产生一个力量，就好像其实你没有看到佛菩萨，但是你相信有啊，你虽然看不到它，但是你相信有，这时候就产生力量，因为你真正要面对境界，你就是必须要有力量，这很现实的，就是一个是烦恼有力，一个是你的智慧有力，就看谁有力量，这个就不是只是嘴巴说的功夫，这是说有没有力量，用得出来用不出来，很现实的问题，
好，所以说遇到这些境界，你第一个，你的信解力、圣解力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不是很了解，也还是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力量，这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信解力啊，哎，好，再来，如果能够了解，那就是那个力量就更殊胜了啊，就会变成一种圣解，就是很难撼动。虽然现在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啊，很麻烦，但是由于你对于法的圣解，简单讲就是，毕竟它怎么糟糕，它就是毕竟空啊。你有这个殊胜的了解的时候，虽然情况是很糟，可是由于你知道它毕竟空，可是所以这时候你至少你心是还是会比较安定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达到这样，它毕竟是空的，毕竟是如梦幻泡影的。川普再怎么样，对美国来讲也是一场梦。啊、哦，他们很快，很快，大概这场梦可以，噩梦快要可以结束了。对，因为他现在民调真的很好像很不理想哈、哦。哎，好，那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场嘛，包括其实新冠病毒啊也是一样啊。其实，如果你看啊，人类的梦也不是最近几年啊，从那几千年来就是啊，不断的很多的都是一直在轮回啦。我们讲就是这样啊，啊这个朝代换了那个朝代啊，啊这个问题话一直在轮回啊，其实都是在醉生梦死嘛哈。啊，毕竟是场梦，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去看到这些现象是。毕竟空啊，这时候你有一种圣解啊，那这时候至少你心可以在某个程度的相对的安定啊，相对的安定啊，这就是一种力量啊。啊再来啊，这都是跟解啊，跟信解嘛啊，要跟你讲信跟解啊，信解心啊，心那真的是你可以。刚才讲的止观，止观就不是讨论的问题啊，你是不是你的心真的有一个安定跟如实离了去，如实的去看，安定的去看，不动的去看，不取向的去看，如实的去看，这就是止跟观啊。那这个是需要有法门，这就是需要有法门啊，比如说念佛也好，或者是藏传又藏传的啊，禅宗又禅宗啊，参话头还是怎么样，它是有方法的，不是只是谈理论而已。当然这个实际的修上去，它必定要跟这个理论是相合，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止观双行悲智相导，它这个是行门，他为什么要扣到事理原有的这个理论上面啊？就是说这个解行要相应啊，简单讲就解跟行它要相应，如果解跟行不相应，这就麻烦很大啊。好，那你真正可以如实在这个理路上去修止观或者悲智相导，可以修上去，那就可以证哦啊，那就可以证哦啊、那如果是正的话，那就华严经所讲的那个境界，就是如如实实的可以显现出来。啊，我们现在都是好像在谈听故事而已嘛。哦，怎么这个一城中有城树佛？哦，我们就觉得说，哦，这个是真的讲真的讲假的这样哈、哦。但是你如实的止观双行悲智相导，合于这个理事圆融，乃至到最后他的华严三昧现前的时候，他的境界就是这样，他的境界就是这样。好、哦，那华严经只是把正量的东西讲给你听，啊、哦。把正量他所证到的那个境界就是这样子，如如实实的是这样子。
好像我就跟你讲哦，我们新山寺有什么有佛像，有这个光明灯，有什么桌子椅子，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正量啊，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正量，这是在我们恶取习气相应的正量啊，这是我们恶取习气相应的正量。可是如果你可以透过这个止观悲智相导，把这个恶取习气给净除掉的时候，你的正量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啊，今天如果你戴着一个绿色的眼镜的时候，你看的全部都是绿色的 你戴了一个红色的眼镜啊，都是红色的。也就是说，恶取习气，就是说你已经戴了这个有色的眼镜在看这个法界的时候，当你用恶取习气去看这个一真法界的时候，你所看的就是就是六道轮回的这些景象。但一旦如果你可以把这恶取习气把这眼镜摘下来，你就看哦，原来它不是红色，也不是绿色，也不是怎样你就看到一真法界那所谓的一真法界其实不可思议，就是重重无尽不可思议的这个所有的境界都在这一真法界里头。可是一真法界却没有生灭，却没有增减。那这是我们在理论上大概知道，可是这不是我们的正量，这是佛的正量。我们只是说从佛经里头，佛告诉我们它的正量是这样子但是你要真正看到佛的正量，那要把恶取习气这些这个邪见，其实就是某种眼镜该怎么讲你要把这眼镜摘下来，把这邪见去除掉你就可以如实的原来一真法界是这样子，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菩萨的境界，也不是看到声闻的境界，也不是看到这个天人阿修罗对于恶鬼畜生的境界原来一真法界是这样子，不可思议那这要靠修。我们现在是说听闻这叫圣言量，我们没有实际看到，但是我们相信佛，他那个修了那么久，他可以有这样的正量，我们相信他，那所以说，你说怎么样去深入缘起，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首先，听到缘起，我们很欢喜，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你看果然。这个一切法都是缘起，都是性空这样就是很粗浅的了解，这有它的粗浅的力量性解力、圣解力，到这个修持力修持力。所以现在就是说，大家要有这个修持力，也就是止观力你要有一个止观的力量出来止观力量，就是说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说你的心可以很安定的在某个要观察的对象，这就叫止观很安定很稳定的去如实的观察缘起，安定的这个叫止，如实就是知道缘起无我，这个才叫如实。如果执着缘起为有，那没有如实哦。所以如实就是缘起无我，那就是观了。就是说你很安定稳定的看到这个花，而且知道这个花并没有真正的花，这个花只是一个假象，只是很多的花瓣而已嘛，对不对？这个大家就进入分析了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是需要分析，有的时候你久了就跳过分析，就直接就是观法如幻，观法如幻那就是观观法如幻，观法如我，这都是观。但是安定的去观，像我们有时候是观，可是没有稳定的，为什么？别人跟你讲一句，你马上
我就跑出来了，啊，就没有稳定啊。我们偶尔可以观法无我，哎，无因无我有，我们有时候可以。可是呢，一个境界出来的时候，马上就怎样，就跑掉了，啊，所以安定稳定的去观，这个力量很重要，这个就叫止嘛。安定稳定不受影响的去观无我，观如幻，那个就是止。所以这两个力量都非常的重要啊，这两个力量啊，那这样不断的止观双运悲智相导久了，纯熟了，深入了，慢慢的那个所谓华严三昧的境界它就现前啊。那这是当然对我们方来讲，那是要相当的过程啊。但是，反正呢，我们这个方向对了，走一步就接近一步，走两步就接近两步，啊，那也比那个方向错误来讲是太好多了，或者是根本还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啊，这是我们学佛啊，听经闻法哈。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哈，就差不多到这里哈。那下礼拜呢，就我们这学期哈，这最后一次哈，就下礼拜最后一次，接着我们就也是放暑假了哈。那大家就可能我们就依照我们潜力了哈，我们就看哪里啊，再聚个餐这样子啊，好，好，阿弥陀佛。好，大众请起立，请合掌，下佛陀一问讯，以谢法师问讯，阿弥陀佛。